一年就长一个月的富春山居图都出来接客了，终于等到浙江省博物馆芝江馆区的开馆，数万件国宝文物从武林馆区、孤山馆区搬迁到这。我第一时间来深度探个班，一次看完十大镇馆之宝，记得收藏不迷路。现在刚开馆，一定要提前预约门票。新馆总共四层，比老馆气派了不少，外围挺多人喷，但我觉得还挺好看的。一楼二楼的浙江一万年承接了武林馆区的月历长歌，清晰呈现浙江的历史文化。一万年是怎么来的？一万年前的金华上山遗址石镇稻作起源，水稻食物属性在一万年前的中国就被发现。一万年前的先人可比我们想象中时尚，那时就已经有了彩陶。时间再往后走，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明发现了双鸟朝阳纹牙雕，这最早的象牙雕刻艺术品。朱文陶波，这猪猪还怪可爱的。再到五千年前的良渚文明，这可是实证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古城文明，出土了玉琮王，当年央视国家宝藏节目中周冬雨就演绎了他的前世故事。巧合的是，世界四大古文明几乎都分布在同一纬度。浙江在春秋时期主要是越国的地界，就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那个越国。越剑闻名于世，每代越王都有很多佩剑，镇馆之宝越王朱姬于世剑，是的，念朱姬于世，除了没有格林纹，和越王勾践剑几乎一模一样。古越文化就很神秘，饥饿同屋可感受先秦的建筑艺术，现在的绍兴博物馆就按照这个建造的。越国的都城在绍兴，这段历史的文物基本都出自绍兴的大墓。穿插一个文物，东汉黑釉寻灯，乍一看这确定不是偷吃东西的大老鼠吗？隋唐期间，浙江城的三五都会愈加繁华，也成了网红旅游打卡地。全唐诗中四百多位诗人的1500余首唐诗都描绘了浙江的山水，沿着钱塘江、绍兴、嵊州，最终到达天台山。这个时期是浪漫的。古代十国的中国虽然动荡不安，但唐末钱镠割据杭州，造就了吴越盛兰。吴越国金三代武王，他们的兔耳朵真的太可爱了。雷峰塔就是在这个时候建起，倒塌后出土的鎏金纯银阿育王塔还供奉着佛祖的真身佛罗季跋舍利。这段期间佛教盛行，成了东南佛国，展馆中复制的飞来峰造像第一次这么近的看清楚。再到两宋，偏安一隅的南宋定都杭州，每一件文物都透露着宋韵美学。北宋彩塑泥菩萨立像堪比东方维纳斯，这展馆的宋代文物不多，不过不急，会有专门的展馆去讲述。明清的杭州相对比较低调，直到近代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召开了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，这片土地也浸润了红色。在二楼还有个三子漆器曹启庸夫妇捐赠古代漆器展，曹启庸夫妇前后三次捐赠，160件组漆器中一级文物就有21件。三楼拥有诸多的主题展馆，宋韵文化馆解答了什么是宋韵。在这个传统文化的高峰时代，拥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典雅活泼的生活美学，小到笔墨纸砚生活情趣，大到文官氛围家国情怀。海洋文化馆是浙江这个省份怎么也绕不开的主题，漫长的海岸线造就了它的独特气质，抵御海潮，围垦滩涂，开拓交通，发展贸易，哪怕明朝初年以来因为倭患等原因的海禁，也有着独特的时代烙印。青瓷文化馆有着独特的江南秘色，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这般颜色作将来。浙江一带的名瓷民窑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，原龙泉窑青瓷周行砚滴就是其中的精品。民俗文化馆的伊人红庄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主题馆，清末明初宁波万公教中式婚嫁美学在这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，宁绍平原流行着豪华的嫁女排场，十里红庄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，讲述了待嫁、出嫁、为人妻母的女子一生。民人文化馆这期展出的是吴越国创立者钱镠，在他治理下，吴越之地经济发达，文化繁荣。非常值得一提的是，时隔千年，后代在各个领域依旧有着卓越的成就，包括钱学森、钱伟长、钱钟书、钱穆等等。到了四楼，也是最后一层，我已经完全是靠毅力在行走。这里也有几个主题展馆，镇馆之宝原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圣山图就独享一个富春山居馆。1650年被收藏人吴红玉要求火葬，
从火盆中抢救出来后，从此一分为二。另一半的无用诗卷最终落户台北故宫博物院，每年就展览一个月，趁着开馆一定来看看。古琴艺术馆展览着世界最古老弹拨乐器之一的古琴，高山流水觅知音，经过几千年的发展，早已超越了音乐的范畴，蕴含儒释道的哲学和审美。唐彩凤鸣琴七弦琴作为镇馆之宝，听说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在名家的手中再次弹奏响起。书画馆中分为两部分，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，引进出流散世界各地的中国古代绘画珍品，一览浩瀚的画史洪流。千秋一脉浙江书画志就展览了元明清三代浙江文人书画创作的高光，再现浙江文脉绵长。用一下午走马观花勉强逛完所有展馆，不对，还差数字体验馆和人文探索体验馆这两个体验馆，只能下次再来了。我是青木，和我一起旅行。